欢迎收看阿乌狼来了，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的一号来宾豆豆，二号陈零九，好帅，三号小瓜，六号杨森达，七号雨农，还有今天我们的村长邱村长邱风泽，哇，村长。好的，这个狼来了呢，就是狼人要找出先知，好人要找出狼人，就是如果在五 round 内呢，如果有人答出答案，狼人就现身找先知；如果没有答出答案的话，就是好人要找出良人，但只要找出一只就好了，不用两只都找到。然后村长也有可能是先知或狼人的角色，所以大家要注意喽。好 ，OK 吗 ？OK。那请确认角色身份。确认过。好。你刚是偷看我的吧？看错了，看错了。黑夜降临。别害怕。村长醒过来。请确认咒语。村长醒过来。村长醒过来。超龙仔，超龙仔来了。他是睡多深？村长，村长，请闭眼。先知醒过来，请确认咒语。先知请闭眼。狼人醒过来，狼人请闭眼。天亮请醒来，一号请发问，两个字吗？三个字吗？三个字，可以吃吗？可以吃吗？可以吃吗？可以吃，可以吃吗？那是生活用品啊，生活用品类的东西吗？不是，可以吃。大卖场买得到吗？大卖场，大卖场 ，no。哎，大卖场吗？大卖场卖的不都是生活用品？大卖场吗？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吗？自然现象，是哦。哎呦，是自然现象。自然现象是什么？就是那一群像彩虹那些。台风啊，它有水分吗？我不知道乱问。有的，是有形体的吗？有形状的，有的，有都可以问。第一个字是水吗？水。男生女生都喜欢吗？Yes。啊，男生女生都喜欢的现象，三个字。男生女生都喜欢，就不是我原本要讲的那个了。它是不是天灾的一种现象？天灾。天灾。对。No。常常见吗？他吐口水。常常见吗？常常见。常见。常常见。常常见。不是现象。
它是在海里面吗 ？No。它是一种天气吗？天气，天气。八是。它是平常可以买到的吗？不容易买到。三个字里面有雨这个字吗？有什么雨？雨。下雨的雨。哦，雨。是不是狼人啊？我也觉得好怪哦。这边看得到吗？这个现象？这边看得到，看得到现象。看得到自然现象是什么？哎，你哪里有水？隐秘现象，隐秘现象。对，因为它是有形的。那这个现象会不会对人体有害？有害？会不会危害到我们的身体？不会，不会。看得到的自然现象，摄影棚太难了吧？跟电有关吗？电哦，电。对对。无关。那我要作答了。好，这样你猜得出来。三个字，男女都喜欢，摄影棚看得到，又水。答案就是简凯乐，又水。答对了吧？这应该对啦，应该对吧？自然现象。不是啦，差一点。真的没水。我也要猜。差一点嘞。如果，可是这边没有水啊。喷干冰，喷干冰，不知道啦。你现在这里会怎样？是喷干冰吗？不是，不是喷。所以还在问。现象啊，三个字，我没有交集。我想一下，没有电，没有，好难。是字，空是可大可小的吗？什么啦？你笑什么？那个。可大可小，不是。One size， one size， one size， one size。是在这个棚里面眼睛看得到的东西吗？看得到，看得到啊。是的自然现象。什么？看得到自然现象？什么现象的？什么？它是一个，它是人吗？自然现象。他是人的自然现象，是狼吗？大家知道他是人的自然现象，什么是人是自然现象，是人的自然现象，人发出来，人是不是人啊？人发出来的，那个不是啊，他说是人吗？所以哦是人，他是一个是一个人，所以是我们六个人啊。你问再提。自然现象，人算自然现象吗？不算吧。可是人不是自然现象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狼吗？不是狼诶。看它是自然产还是人？所以是人还是发出来的自然现象吧？是啊，是不是？那我就问这题，是不是人发出来的一种现象？发出来，发出来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自然现象是人产生，我怎么产生？譬如说我流汗，我有水蒸气这样子。哇，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是人。先讲是吧？再问多一次，我再想一想。譬如说，我现在流汗，我会有水蒸气啊，所以水蒸气是我发出来的现象。OK， 现象。那应该或者是脸红这样，跟人有关。是。不是水蒸气是什么？它是人。我知道，什么？流鼻水。它是流水。我刚才觉得没有水，流鼻涕。流鼻涕。哎呦！这个方向就对了，男女都喜欢，比流鼻涕更舒服。打喷嚏。答对了。是啦。生气。对呀，这太有了。为什么？男女都喜欢。男女喜欢打喷嚏。流眼泪。答。我有了。最后一回合。打哈欠。
更舒服一点。此时此刻，这个现象正在发生吗？啊！这我难不倒你，这个太难了。这个人，这个现象，我会喜欢吗？哦，男女都喜欢。这个现象离我现在身旁很近吗？问题了，不行吗？哎，不行，不行啊！离他很近吗？这个现象离他很近吗？离他很近，是你们吗？你们身上有什么？我看一下。此时此刻正在发生呢。对啊，然后离我很近。是问问题吗？啊？是问问题什么意思？是问问题，答案是问问题，三个字。答案是问问题。哦不 ，no。问题，五号一定是处女。对，我是第二个，五号很奇怪，他很近。那个东西有靠我跟凯乐更近吗？没有，就他很近。洗脚瓜旁边。狼来了，流手汗，流手汗，我不知道。太难了，这个。哎呦，公布答案先。正确中。不是啊，就是男生跟女生发生关系的时候会有自然产，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吗？我这样的逻辑是错的吗？好，我们一号发言哈，还是是你们晕？开始发言，这个要发言什么？我觉得这是狼，我觉得五号不是狼哎，因为五号刚刚真的很像。就是很认真在思考，然后很晕的感觉。五号应该不是，我觉得狼可能会是，可能会是六或三哎，六跟三啊。村长我也觉得很怪，村长一直误导大家的感觉，我觉得啦。找一只就好，我认一是铁狼。我觉得一铁狼，我觉得一号是铁狼。为什么？因为从他刚问的问题，然后还有刚刚他也在说我不知道哈、啊、什么的反应来讲，我觉得一号是狼。二彩一，一号是狼，我觉得一号是狼，我觉得一号是狼，对。我觉得是五号，我觉得村长。五号，哦，村长啦，没有五号，村长，因为他一直在，一直反复，一直矛盾，然后他刚刚说自然现象这一题，我就完全过不了，因为最后名字是陈零九，所以他没有自然现象。人是自然现象。人是自然现象，不是人存在就是一个自然现象。你是狼，你站在那里。刚刚说什么？发出什么东西？信号什么的。我发出的人体发出的自然现象。那个答案是我。对啊，不是，因为他说自然现象啊。没有，就是。所以我就一直往那里想。他说是个人吗？人吗？对，是人吗？对啊。然后他前面是说这是一个自然现象，所以他在回答大家。然后你说什么？你说这是一个人，那是人发出来的自然现象吗？然后陈零九是一个人发出的自然现象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啊，是啊，是你妈妈现象里的。你不是现象啊？对啊，所以。村长一定是狼吗？或什么？村长一定是狼，是村长会把他就是混淆。我是觉得是村长跟六哎，村长就是因为他刚刚一直误导，然后六是因为刚刚有一个 moment 的时候是，你有问一题说是不是在你旁边，然后那已经是最后一 round 了，然后轮到六的时候，六竟然又问了一题说那是不是在你们那边旁，就是你们附近，我就觉得他很浪费一题，就是他好像已经要 ending 了，他还故意问了一个就是没有建设性的问题，而且他刚刚是唯一里面有唯一说出简凯乐这个人名的这个人。哇，你有记那个哦？对对对，我是觉得是替好人做事啊，说人名。我是觉得我会比较想到还没有那个想到人名，所以如果他知道那是人名，他可能就会。我是偏想投村长，我觉得村长是最铁狼的。先表水哦，为什么我不是狼？因为第一个问题，你们说人是不是自然现象？人出生这个世界上就是自然现象啊，男女在交配的时候，人不是自然现象吗？学科学的方式来回答你们为什么他说那个什么能发出的自然现象，因为你那个时候你是当下你是发出问题的这个人在发出有一个现象，你就是那个人，不是你这个现象是譬如说社会现象，
现在有很多酸民这个现象，你是这个现象的，因为没有的意思，他因为答案是他，哎，不要这样子，你讲错了，很像庄子的主意，没有，因为我的意思是因为当时陈林九他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就是那个答案，而且他是在。可能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误解，但是所以不要用自然现象。现在狼人，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各位村民们，因为我是村长，我知道我有一点奇怪，但是你们要想想，狼人是要扛推我，谁要扛推我啊？前任进 ，Hello， 怎么扛推你啊？他一定要扛推我，狼人一定要把那个栽赃在我身上，所以三四一直要出我，那我觉得三四可能有至少出去一批。狼人，那一号玩家一把踩了三六是两狼，二号玩家觉得一号玩家像狼，我也觉得，因为豆豆说不知道的时候，就是真的是有一点像狼，所以我的狼坑目前两狼的结构应该就是一三，要不然就是一四。啊，如果六号、七号有人是先知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跳。哎，我不是先知，我就只是一个村民。先知，你们可以跳出来，让大家就是多一个好人的坑位哈。我现在看不出来，我本来以为是村长哎。好啦。先过好了。刚才一号他就是在没有什么关键或者什么征兆，他突然就说我是狼。但是其实基本上，村长他回答说人是自然现象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我是同意的，因为我本来就是很 nature 的出生在这个社会上，所以人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现象，这没什么好争议。那三号、四号他们在过程中就一直想要说村长一定有问题。那一号本身他刚问了些什么，我到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印象，所以这一局他没有什么建设性，我是觉得他搞不好就是一直在跟我们胡诌，所以搞不好就是一四有可能是狼，四他感觉特别活跃，感觉就是一直在那边带来带去。我不知道哎，我觉得村长是狼啊，因为这样很奇怪啊，明明就是一个人名啊，硬要导到一个有水自然现象，男女都喜欢。我先说一个事，好。你说我是先知，所以不用怀疑我。然后现在怀疑我七踩我很重，还有六，所以我觉得六跟七很怪。那我投村长。那举牌了吗？请大家进行投票。三、二、一，村长。村长可以投吗？可以。哎，我村长可以投吗？村长有票。啊？村长过半。没有没有，我投一号。没有，我是说，哎呦，没有，我的意思说，村长他本身很差。村长不是狼人，游戏结束。怎么啦？村长很狼哎，村长毁灭了，一定是一啦。是谁？谁是狼？一零九是狼啦。一五七五，好难。一四啊，你看，拉呀。谢谢雨农龟村长。我再不讲，我不知道的啦。恭喜狼人获胜！狼人连到底啊，前任进棚了。好厉害哦！对呀，我还一直跟你当好朋友。心情很差了，对，差了，对，大概是这样子啊。谢谢收看娱乐百分百，别忘记订阅我们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、IG 关注我们最新的消息。娱乐百分百，下次见。